一个人 boys 不要来安慰，单身女人只是不想睡。合约已经签了，雅琪。也许是我小人之心了，你这么帮我，不会是想跟我谈条件吧？以前我也许会的，但这次我帮你，没想过要什么条件。自从上次你说要我做你妹妹之后，我就下决心要凭本事把你的心夺回来。我只想你知道，顾菲菲可以为你做的事，我也可以做；她做不到的事，我也能做到。喂，张总，大事不好 ！EAC 给我们的技术数据根本就不具备可操作性啊！我们的几位合伙人知道之后很生气，都撤资了。那薛勇的 U 盘里面不是有解决方案吗？那个 U 盘里什么也没有，我们上当了。现在市场上又传出消息，说我们接手了 EAC 的烂项目，我们面临信誉危机，明天我们公司的负面消息可能就要见报了。立即请高人解决技术问题啊！我都已经问了。短时间内根本没可能，最关键的是开发区那块地不能闲置，每天的利息我们都赔不起啊！赶紧找别的项目顶上！我们把全部的钱都压在这个项目上了，我们拿什么去顶啊？闪下先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高木红一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闪下先生，你的话我不明白。
你瞒着公司，瞒着我购买德国的烂技术，这你本应该自己向总公司申请处分，你怎么还要拖 EAC 下水呢？现在诚信公司因为这件事而濒临破产，外面都在传说我们拿技术不完善的项目欺骗别的公司，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的信誉是一落千丈？总公司知道了非常生气。山下先生，我也是为了大爷公司，我不想让公司损失太大呀。那你也不能为自己的利益去欺骗别人。现在总公司召你回日本去解释这件事，我看你尽快准备辞职报告吧。老黄啊，张董啊，老陈他们都已经走了，是吗？兄弟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呀。啊，另外银行方面催得很紧，跟我们合作的几家企业也都撤资了。我知道了。张总，我也想。老黄，你也要走啊？不是，张总，你看我这一大家子人得养活。张总，我实在是对不起你，我没办法，我知道。张总，您看还有什么事情让我办的？您尽管吩咐。这里是我的一些 EAC 的股票，你拿去吧。不，张总，这不。老黄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辛苦你了。我不能啊，张总，这走吧，走吧。对我，对不起干爹。你承认了，你和徐灿合伙骗我。我当时不是这么想的，我只想救 EAC， 我只想帮薛灿，全都是我的主意，不关薛灿的事。我爱薛灿，我不能看着 EAC 垮掉，如果 EAC 垮了，他就完了。那我呢？我怎么办？我是你干爹啊。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你不断问我关于技术转让的问题，当时我挣扎过，我也不想这么做的，但没办法，在生死关头的时候我要救 EAC， 没办法，我只能骗你了。是啊，骗自己人比骗外人容易。雅琴，你不愧是我的女儿，你做得对。
摔了啊。爸爸，我可以从这里走过去吗？从哪儿？我想去那边。想去那边啊？那可不行，你看着很近，其实很远的，知道吗？哦。诚信。我爱薛灿，我不能看着 EAC 垮掉。如果 EAC 垮了，薛灿也就完了。薛灿，你先去吧。好。你和雅琴合起来算计我，你们太卑鄙了。商场上本来就是弱肉强食，你不服气你可以来跟我竞争啊，但是你居然利用雅琴来欺骗我，你简直太过分了。表舅，是你先出卖 EAC， 你在市场上发布假消息使 EAC 的股票大跌，然后再伙同外人准备收购 EAC，你不觉得你更过分吗？表舅，我是骗了你，但是我是迫于自卫，我没办法。好，你说得好，薛灿，你赢了，是你赢了，是你。我输了，也许这辈子我都翻不了身了，但是我希望你答应我两件事。说。如果你有能力收购诚信地产的话，请你善待那些以前跟着我从 EAC 出来的元老们，不要为难他们。我答应。第二，请你善待雅琴。我知道雅琴一心一意地爱着你，我曾劝过她离开你，可她选择留下来跟你同舟共济。雪灿，不要辜负他。表舅，干爹怎么样了？病人很危险，他本身心脏就不好，这次刺激过度，已经出现了心衰，赶快进去看看吧。麻烦你跟我过来办一下手续。好。干爹，干爹，对不起，我只想帮小灿，我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对不起啊。
你的干爹，我找最好的医生，一定会治好你的。雅琪，虽然你不是干爹的亲生女儿，但我一直当你是亲女儿一样。我知道你爱小残。 所以你做什么，干爹都不会怪你。你没事的，干爹别再说了。干爹本来打算让你嫁给小勇，小勇他为人老实，心地善良，但是后来干爹发现。 你爱的是小灿，别说了，干爹好不好？别再说了。雅琴，既然爱他，就要理解他。只要你幸福，干爹就算死，死也瞑目了。别这么说，你不会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 雅琴啊，干爹这一生就是太逞强了，你不要学我，啊，要学会放下，啊，学会放下，要对别人宽容，这样，啊，你就会幸福了，啊。别再说了，我明白。 我明白，我知道了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快快救救他！快救救他！请你先出去，先出去。请不起，快！准备好了。表姐没事吧？正在急救。 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。程曦，程曦，表情吗？干妈，雅琴，你干爹怎么样了？干妈，他正在抢救，您放心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雅琴，医生，医生，我丈夫怎么样了？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程曦。 是为了我，你不是有意要害你干爹的。我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。雅琴，有什么我可以补偿你的吗？我可以把公司全都交给你，真的。 那你要什么？你说，只要你说得出来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我要你的爱，你给得了吗？雅琴。 雅琴，我没事的，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。
想离开，留下来，还是要我再等待？什么对白才是你的期待？我有口难开，爱痛之间徘徊，只要能真的让你少一点伤害，把自己关起来，硬把眼泪忍下来，是我唯一能给你的疼爱。我有口难开，默默读着悲哀，飞短流长像海啸吞噬我而来，请愿我一个人收起所有的依赖，我的爱要让你看得明白。菲菲，对不起。坦白，就让伤害留给时间表白。我有口难开，爱痛之间徘徊，只要能真的让你少一点伤害，把自己关起来，硬把眼泪忍下来，是我唯一雅琴。我们结婚吧。我说过，我要补偿你。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会为你做。我做这些事，不是希望让你感激我，要你娶我。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，做任何事，我都不会后悔。想你知道，你可以为我做任何你认为该做的，我也能。雅琴，明天我跟你一起对媒体发布消息。
成功了。明天就可以去公司见他了。菲菲，菲菲，哎呀，菲菲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呀！菲菲出大事了，快起来呀！昨天晚上赶设计图一夜没睡。哎呀，菲菲，你快来看，快看啊！怎么不接他电话？你不想去跟他说清楚吗？我不想见他，因为见了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只是觉得很对不起他。薛灿说他不想见你，我只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你没看报纸吗？我不相信，我要薛灿亲口告诉我。如果薛灿要见你，他就会出来了。薛灿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对不起。他走了，小灿，你没事吧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
是否真的你离开我就一定能找到快乐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就算我再如何不舍，再多的苦痛去换你自由，别再管我是不值得。我最爱的人伤我也最深，说走就走剩下了我孤单一人，谁口口声声爱我多深。我怎么到哪都能遇到你啊，麻烦你提前跟我打声招呼，我可以躲着你走的。当你第一天出现在我身边之后，我就知道我该珍惜的是什么。顾菲菲，我喜欢你。反悔是小狗。反悔是小狗。完成这个项目之后，我要和你结婚。我爱小灿，我比任何人都爱他，所以我不允许任何人抢走他。妈，芳芳，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哎呀，哎呀，你又咋咋呼呼的干什么？妈，芳芳，你们自己看看，什么事？哟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还登了报呢？就是啊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不应该是老姐和薛灿吗？这个女的，就是我上回跟你们说的那个女的。不对不对，小灿上次亲自跟我说了，这个女的是她妹妹呀。行，妈，这报纸怎么可能乱写呢？这怎么结婚还登了报纸呢？这一登报纸不就是昭告天下了吗？那我们菲菲怎么办呢？我就说这个薛灿根本就没看上我老姐，哼，也就是玩玩而已。曾大强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我怎么说的不是人话？我也是为老姐好了，你还在这儿？你妈，妈，妈，你没事吗？妈，妈，快去叫救护车，快呀，快呀，妈，我去叫，没事吧？妈。喂，什么？进医院了？好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芳芳，姐，妈怎么回事啊？妈今天早上在报纸上看到了薛灿和另外一个女人订婚的消息。菲菲，啊，妈，妈，菲菲，你跟小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女的，她到底是谁呀？小灿怎么要跟她结婚啊？你快点说话呀！妈，你别问了。我跟薛灿结束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是不是小灿他骗了你？那就是你不要小灿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再问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慧明，慧明。
宁，怎么了？你快看啊，这薛灿不是和菲菲啊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慧明，这薛灿不会就是想和菲菲玩玩吧？如果这是真的，那他简直不是人。你在家待着，我去公司问问薛灿。好。进去吧，好好照顾妈妈。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姐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姐，你要坚强一点。去吧。嗯，好。周经理，你现在不能进去。周经理，薛灿，你和关雅琴到底怎么回事？菲菲呢？菲菲怎么办？我对不起他。你怎么是这种人？薛灿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，你根本配不上顾菲菲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慧明去公司找薛灿了。有用吗？菲菲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你千万别难过啊。难过？吴叔，我从小到大，你看我什么时候为男人难过了？我顾菲菲这辈子注定就是单身，我不需要男人。没有男人，我照样过得很好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没有事的，真的。菲菲，你快回去吧，你还怀着孩子，千万别为我的事操心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让我怎么面对你们夫妻啊？快回去吧。我了。哎，菲菲，你怎么了？哎，菲菲，你说话呀！菲菲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你别吓我呀！你这是要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又要去哪儿啊，菲菲？菲菲，你说句话呀！你别吓我，菲菲，菲菲。Thank you.
找我。下午有事吗？没事，怎么了？我约了拍婚纱照，时间挺紧的，结婚之前还有很多事要忙，我想下午抽空照了吧。好啊，我一直都想和你拍婚纱照。薛总，顾小姐找你。竭尽全力不断去摸索，尝遍世间冷暖，只寻求个歇息的角落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尊严被腐蚀，梦被冷冻，仿佛一道无形枷锁牵绊我的自由。哦，孤独的绽放，是荒天雪地里的蔷薇，眼看就要枯萎。哦哦，亲爱的人啊，不要为我施舍你的泪水，让我轻轻的醉，让我体会前